日出、云海、铁路、森林和晚霞是阿里山的五大奇景，但是要观赏到却不一定要上到阿里山。位于阿里山公路半山腰 52.8K 附近的细顶二岩坪观景平台，冬季有机会看到云瀑、云海和夕阳等美景，常常吸引许多摄影人士专程前往拍照。位在嘉义的细顶二岩坪观景平台，排满摄影学会会员们的摄影机，他们是从台北搭游览车到细顶二岩坪山，专程要拍摄阿里山的夕阳云海。很漂亮，赞！啊，今天夕阳还不错啊，可惜没有云海，但是大家也都拍得很开心，很满意。小小的观景平台挤满了游客及摄影爱好者，虽然没有出现云瀑、云海大景，但是落日余晖斜照也让游客们好开心。纷纷捕捉镜头，想把刹那化作永恒。很棒，心情很高兴，尤其在我们疫情期间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好赞！除了夕阳云海，在二岩坪山的民宿也可以观赏到日出。前一晚专程从彰化赶来的吴先生夫妇，终于看到日出奇景，好兴奋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第一次啊，很期待很久了，对对。然后就觉得，出来的那瞬间，太阳很温暖，照亮大家这样。今年因为肺炎疫情影响，民众们转到台湾各风景名胜游览，发现许多秘境景点，因而又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